臣搜遍了武安侯府上下，却未见武安侯的踪影。什么？让武安侯逃跑了？是微臣办事不力，还请陛下降罪。算了，有没有其他发现？ 陛下，此物乃是臣在武安侯府所发现的影杀楼之物。除此之外，臣还发现了大量的影杀楼兵器、毒药等。依臣之见，这武安侯便是影杀楼背后的首领。武安侯指使李清风暗杀不成，于是畏罪潜逃。算了，先起来吧。 谢陛下。重臣以为呢？陛下，微臣以为，灵武王所说属实，那武安侯定是影杀楼楼主。臣并不这样认为。李清风一死，武安侯立马失踪。 此事过于蹊跷，依臣之见，这其中必有人暗中相助，还望陛下彻查。康王爷，你这是何意啊？秦侯爷，你以为呢？哼，这高王，成何体统？ 岭南王，这事你怎么看？回陛下，臣以为，不管武安侯是不是影杀楼楼主，是失踪还是潜逃，他和影杀楼都脱不了干系。眼下时间尚短，武安侯一定还在王都之内。只要加派人手搜查王都，一定会查出蛛丝马迹。 好，即刻下令搜查王都，定要把这武安侯给朕找出来。是，陛下。灵武王，臣在。朕赐你王都兵符，有康王赵敬协助，立刻加派人马，就算将王都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这武安侯给朕查出来。朕，活要见人。 死要见尸。臣遵旨。哎呀，很早就想来耽阁了。之前的吩咐，在下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太幸福了。臣上，恭喜你。姐姐好漂亮。姐姐。 这位小兄弟倒还挺有趣的，萧雅阁主。这是林天，我兄弟，王启明，也是我兄弟。这位是耽阁阁主，萧雅。耽阁阁主？见过耽阁阁主，那个。 刚才没有冒犯的意思，您千万别介意啊！不，我可是会很介意的。啊，和你开玩笑呢。天少，你说这个耽阁阁主跟你之间…… 我跟阁主只是合作关系，我懂。
陈少，听刘光说，你这次来丹阁是有要事。没错，这次来丹阁，还希望阁主能帮我准备点东西。天净沙、婆罗叶、血纹珠果，这可都是四阶的灵药。陈少，这是要炼制什么？只要你集齐了，自然就知道了。刘光，阁主，还不快去准备？是。阁主，陈少，药材都准备好了，已经送往阁主的炼制室了。陈少，我们走吧。天，启明，你们先留在丹阁，我待会儿就回来。好啊，那我正好跟启明好好看看这传说中的丹阁。刘光大师也一起吧。谢谢陈少，那我就给阁主和陈少打个下手。启明，你说这刘光大师乃是二品炼药师，还是丹阁执事？即便是王公贵爵见到了，也要尊称为大师。怎么跟陈少炼制像是捡了大便宜一样？这么兴奋呢？开始吧，萧雅阁主。确定让我来主炼？我一个三品炼药师，恐怕是连这四阶灵药的药性提炼出来都有些难度。怎么，信不过我？那你总要告诉我要炼制什么吧。血雾灵液，这晶石难道是从血雾圣地中得到的？你进入了血雾圣地的最深处，这怎么可能？那腐蚀之力恐怕是连玄级武者也无法承受。其实深处的腐蚀之力也不是很强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忍忍就过去了？好了，开始炼制吧。哎呀，诸位这急匆匆的，出了什么事啊？陛下，前线有10万火急战报，属下的密探在大玄边境发现昭国100万大军集结，欲要兵扣我大玄边关。100万？你说什么？100万大军？陛下，昭国常年与我大玄边境交锋，这么多年来规模最大不过上万，100万大军，难道昭国欲用举国之力吗？他们这是要干什么？
不会是要与我大玄决一死战吧？陛下，臣以为昭国此举乃是为了报五国大比出世一仇。五国大比出世，昭国天才子弟损失惨重，昭国三皇子曹恒亦是身陨。那曹恒虽为三皇子，却深得昭国皇帝的喜爱，传闻有意让其继承昭国江山。啊，陛下，曹恒和念无极并非吾儿所杀，还望陛下明鉴。秦远红，曹恒和念无极都为秦风所杀，五国已有定论，不是他所杀，还能有谁啊？陛下，曹恒和念无极是秦臣所杀，微臣相信吾儿不会欺骗臣下的。秦远红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为秦风狡辩？哎，我够了。秦侯爷，陛下让停下，你难道想抗旨吗？闹够了没有？啊！灵武王，这定武王秦霸天作为边关的最高统帅，有没有什么战报传回？回禀陛下，此情报乃是臣安插在边境的密探所得，至于定武王秦霸天那边，暂时没有消息传回。这秦霸天老爷子没传消息回来？胡闹胡闹，这秦霸天是边关的最高统帅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连一点消息都没传回来吗？陛下，昭国盛怒之下极有可能发兵我大玄边境，望陛下早做定夺。陛下，微臣得到情报，鬼仙派诸多高手已潜入我岭南，直奔王都而来，只怕不日便抵达王都。鬼仙派，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莫非是因为念无极一事？这，灵武王、康王，在，臣在。传朕的旨意，王都戒备，传讯给秦霸天，问问这边境到底什么情况，还有。传朕的话给他，他到底在干什么？这大玄的定武王之位，他到底还想不想做了？边境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竟然毫无动静。哼！臣遵旨。陈少，想不到这血雾灵液的功效会如此之强。嗯，还请灵光大师替我守护一下林天和王启明。好，好的。萧雅阁主，还请你再帮我准备一间修炼室。那陈少还是去本阁主的修炼室吧，请。陈少，这里便是本阁主的修炼室了，你可安心修炼，要不要我陪你一起？这就不必了吧，萧雅阁主。
倒是请你帮我照看一下林天和王启明。那你好好修炼，我先出去了。神秘古剑到底有何神奇之处？雷印，陈少，你修炼结束了。小野阁主，在下有一事相求。不知陈少所求何事？此事颇为关键，有劳小雅阁主了。陈少的事便是我的事，我会马上安排。多谢小雅阁主。阁主大人，陈少说的是……你且管好自己的事。我有事要出去一趟，保护好这两位。我灵武王大人，秦臣在外求见。秦臣，就他一人？是。把他带上来，不要让其他人知道。是，大人。前臣拜见灵武王大人。哼，免礼。秦臣，你今日怎有空到本王的府上？
晚辈今日前来是有一事不明，特意向灵武王大人讨教一下。哦，你乃我大玄国功臣，在本王的府上不必客气，快坐吧。多谢。此乃上好的浮屠凌空茶，此茶摘自浮屠山，十年一熟，乃是五国中最顶级的茶叶，尝尝。据晚辈所知，这浮屠山好像在大昭境内吧，而这浮屠凌空茶好像也专供大昭皇室享用，不知灵武王大人府上怎么会有如此好茶呢？此茶乃是前些日子大昭使臣入我王都时赠送给陛下的，本王得陛下恩宠，这才分到一些。说吧，你今日前来究竟所为何事？实不相瞒，为李清风意外身死一事。李清风之死乃是意外，当日你也在场，还想知道些什么？真的是意外吗？哼，不然呢？李清风被人种下了影咒禁制，此禁制一旦种下，便再难拔除。李清风突然暴毙，一定是有人引发了禁制当中的绝杀之术，才令其陨落。想不到你小小年纪竟对影煞楼的禁制颇有了解。大人过誉了，听说施展此术的时候，施术人必须与死者离得极近，而当时在现场的只有严怀将军、四皇子殿下、灵武王大人和我四人。清晨，你究竟想说什么？听说陛下让灵武王大人调查真相，灵武王大人在调查真相之后便断言武安侯就是影煞楼楼主，灵武王大人不觉得此事不符合逻辑吗？你是不是想说是我杀了李清风，然后嫁祸给武安侯？晚辈既敢孤身前来，自然不认为灵武王大人是凶手。清晨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就不怕本王杀了你？哼，若灵武王大人真是凶手的话，估计早就对前臣动手了吧。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，没想到你竟然如此胆大。之前本王还在想，是不是你杀了李清风。不过现在看来，是严怀无疑。严怀将军，他为何这么做？这次返回王都之后，严怀因镇守妖祖山脉有功，已被调任禁卫军副统领，负责巡逻皇宫。他的目标是皇宫？现在还不清楚，暂时不宜打草惊蛇。还有，鬼仙派的高手这两日便会抵达王都，你也是杀死念无极的嫌疑人之一，千万要小心。鬼仙派，多谢灵武王大人提醒。若无事的话，你便早点回去吧。来人，送秦臣离开。晚辈告辞。景小侯爷请。
这小子好大的胆子，也不怕本王就是凶手，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。严怀，大人，丹阁萧雅阁主、血脉圣地东方青会长、天星学院楚伟成院长三人在王府外求见。这么晚了，他们三位来本王府邸做什么？听萧雅阁主说，他们是受秦小侯爷的邀请而来。哎呀，真没想到本王竟被这小子给骗了，还真以为他胆大包天，敢独闯龙潭虎穴呢。快快有请三位大师。是。这么晚了还在等我？你肚子饿了吧？我给你做点吃的。哎，别麻烦了，孩儿还有事要忙，你先去休息吧。晨儿，快吃点东西吧。娘，不是说不用麻烦了吗？吃吧，